这边我们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最近才推出来的，网络上也蛮多人在玩的，你可以试看看哦，你可以从这边点进来，一样，你可以从这里打开，那点数依旧不多，啊，每天都去看他一下，你每天可以获得五点，反正他们都希望你尽量跟他多亲近一点了哈。好，你看这里，你进到这个网站一样，你可以到右上角先注册登录账号一下。说真的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玩 AI 就是要注册很多账号，每个都需要注册哈，你就自己先登录一下。好，最简单的还是 Google 授权。好，那你登录之后呢，你可以往下看一下哦，这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 image 有没有好多，对不对？有很多，可能也许你是看那个电视啦、电视剧啦或电影哦，经典的那些照片，像这一张，这个应该就有点熟悉吧？有没有？这个，对不对？宫崎骏的。有没有很多经典的？你只要点下去，就可以把你置入。这个也不用提示词，当然你可以提示哦。我们慢慢的就是开始要练习一下自己讲话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它也有提供一些有没有额外的比较细节的东西，或者你要做一些什么解释的啊，你也可以把它讲清楚、说明白。那你可以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你要哪一个。好，哪一个呢？你就把它放进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我们来跟龙猫玩一下，好的。好，先让大家挑一个你喜欢的场景。你们现在进去有多少点数？在右上角这里有看到吗？哈。你们预设好像是十点吧，明天再去就会有多出来，都找到了，好，所以你先挑一个你喜欢的，然后就跟他讲，我也要一样的，有没有 create the same， 然后后面这个是扣掉的点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有了解吗？好，你看哦，这里。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左手边这里跟这一张，就是左边这一张就是你要换的，有没有？你想要的风格，然后右手边当然就知道是换自己的嘛。当然如果你不要，你可以换掉了，你可以再把它换成其他的，那我就把右手边换成我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如果你有一些额外的你看他说，我要很高兴的，还是你要开口讲话啊？就告诉他用讲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，你看这个是 happy 嘛，表示我要很高兴的脸啊，这样 OK。好，只是这边基本上就不支援中文了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打英文的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你英文不会打，你就 Google 翻译一下嘛。最简单的，先用 Google 翻译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哦，他那个啊，对对，更正一下，刚刚那个二哈，应该不是扣点数，因为点数是在下面这里的，有没有？这里它是扣一点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的那个比例，你照片的比例是要哪一种的，你自己决定哈。那我就生成哦。好，他就帮你一样生成四张，所以你大部分看到 AI 生成哦，通常会给你两张到四张啊，除非他的资源比较丰富或者限制比较多一点，也许他会给你两张或一张，不然大部分像我们在 Canva 里面啊，他也都一次给你四张。好，这个就要等一下了哈，这个生成的速度就看每一个平台，可能有的比较长一点，有的比较短一点。其实现在说真的，不可否认，现在就是 AI 大家比的是什么？
比算力，啊、哦，就是靠你的这个军备竞赛。好，你看这里，这样有没有就生成了？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不见得会跟你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就是帮你把它摆到里面去。还有两个人的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感觉到？他就是用那一张当作是一个参考的，就会帮你生成类似风格的。喜欢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。那当然，这个服务现在都是免费的嘛，所以很多他们就会帮你加上浮水印，有看到吗？比较好，在这边有那个浮水印。其实现在很多 AI 服务就是希望你先来体验看看，所以不见得会马上就是说就要收费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找找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，它里面有的它就是有一些风格，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直接就生成跟它很雷同的，你可以融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去。各位，你看到这一张，应该知道这一张这个是来自哪一个？啊，十岁里面的，好像是那个十岁里面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有感觉的吧？好，所以你就可以，你看，请问呢，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就会自动把你合得很好？其实你知道。像要做这种事情，以前你的 Photoshop 功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程度以上才有办法变得很完美啊。现在你只不过滑鼠动一动就解决了，知道为什么我们学校威胁性那么大的吧？哦，所以其实真的还蛮让人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以前花那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，现在就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。所以大家对这个吼还真的还蛮喜欢的吼，有没有？就很多人想要去把它重置出来。哎，大家好了，麻烦你哦，你不要忘记哦，我们有白板哦，请你做好之后来来来，贴到你可以贴到你自己那边去也可以啦哈。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有自己的吗？我帮你放一张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有提示时，麻烦你就用左边的工具。我们左边这里不是有文字吗？哎，你可以用这个，也可以怎么样？如果你直接，假设你有那个提示词，麻烦你直接 Ctrl 加 V 贴上就好了，也不用特别用什么文字工具先点一下。来，我做一次给你看哦，在这边，如果你有，比如说我假设我有一个文字哈，假设这样子，我这个文字复制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回到白板 ，Ctrl 加 V， 你觉得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就进来了？有没有就可以拿出来了？不够大怎么办？自己变大一点，这样可以吧？记得我们慢慢后面会开始有一些提示词，你一定要把图片跟提示词都保留下来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齁，所以你自己试一下哦齁，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把你自己的内容贴到这边来。好，你看我们立军这边就有贴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那个天峰这里也有，好像这边都有，他们都有自己把自己做的内容贴进来的。那如果你要更完整一点，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是用哪一个平台的交代一下，这样下次看是不是更清楚？因为这就是自己的历程啊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是哪一个平台的，你就把那个网址也把它贴上去，这样以后。你想要找的时候就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。这个字现在很重要，请问这个要怎么念？有听过阿凡达吗？ Avatar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做头像啊，
哦，就是那个今天哈，你看，你可以翻译一下，啊，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找那个叫做有没有，所以我们阿凡达是用这个字啊，哈，用这个字，但是它是在那个叫虚拟头像啊，中文大部分翻作虚拟头像，所以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 LINE 上面不是都有大家的头，现在都不是真的照片。有没有都是那种卡通化的啊，2D、3D 啦、啊，那个就叫 Avatar， 这样了解。所以如果你希望，等一下我们在提示里面，你希望它生成那个虚拟头像，也可以用这个关键字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哈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风格的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生成。好，好，假设这个，你看像这个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感觉这种的风格就是头都会比较大，就是比较可爱一点嘛？好，就跟我们看那个小 baby 有没有？小 baby 头的比例不是比较大吗？对不对？长大之后不可爱，就是因为比例不对。好，没有像那样子，那你就可以找找看，哎，有没有哪一个你比较喜欢的？好，那你就可以把它。好，如像这个，假设你要跟它一样的，好，我们就把它换掉。好，产生一个，所以各位，十点够你用，所以你就尽量把它生成看看了啊，真的玩玩看。你要印马克杯的图案越来越难选了。因为你会越做越多啊，可能一个杯子不够用，即使你一个杯子印五个图案也不够。哎，你看我的大头，你看有没有喜欢，你就把它存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贴过去咯。好，我到这边来，所以你就看你要贴在哪里，自己贴过去 ，Ctrl 加 V 贴过去。这样没问题吧？可以哦，先体验一下哦。因为真的怕你很难选择而已。好，再给大家玩30秒，我们就要往下前进了。